火车都没通，下雨还坐火车。这很阳光，好不容易出来玩一下就下雨。哎呀，这个什么时候才停？对，这边下雨没得停了。应该穿拖鞋的，脱掉鞋来走吗？还是我穿你穿这个鞋不怕，如果大家可以骑其他鞋的话，那就危险了。很魔幻的感觉哦。体验一下我这个是洪水洪雨啊。它是自由漂流了，飘到哪里算哪里，你没法控制的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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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我这个镜头都死掉了，还是可以的。哦，就完了。应该再漂流两天才行。
是转着的。时间呢？放着火车，哦，都关门了呀。对呀，恐怖它，全都关门了。晚上开门的只有卫生间。矿区可以在这里坐火车。难必进啊，
这个要穿泳衣的，不行的。玛雅水世界，走路